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蔡宝宝，今天同大家落到嚟白石洲，上翻嚟地面，我哋见到呢个欢乐购商场。呢个商场仔咧，有啲似我哋香港啲市场啦，咁有啲美容中心啊，有啲买鞋买衫嘅铺头。仲见到有花店同夹公仔嘅铺头喎，咁我哋穿过商场，行翻出大街先。啱啱穿过商场，上翻嚟路面，见到呢条美食街啊，咁有啲卖蛋糕嘅店铺，有啲打边炉噶啦。因为而家时间差唔多两点啊，嗱呢度原来写住白石洲美食街。因为时间两点钟啦，咁好多铺头都落场啦，咁我哋都未食嘢嘅，我哋而家周围行下影下先。有间叫顺德宫广东猪肚鸡专门店，呢间顺德宫广东猪肚鸡专门店，佢连续六年荣获呢个深圳猪肚鸡第一名。深圳必食的地标美食来的。哇，闻到都挺香的。那我有个限时的餐，有个五指毛桃石榄鸡煲99元，有半隻鸡的。咁隔篱有间叫蚂蚁洞首尔烤肉大排档，咁呢间应该系食红色嘅烧烤。咁入边都几多市民帮衬食嘢啦，出面都要等位啊，不过太热咧，冇人想坐出面啊，宁愿等下入边。隔篱呢间咧，百合里火锅店铺嚟嘅，哇，咁多打边炉嘅，天气几热啊，我就冇乜兴趣打边炉啦。咁佢有啲外卖嘅价钱表嘅，熟嘅牛肉丸65元斤，牛筋丸65元斤。咁行过隔篱呢度有间二把手烧烤啊，不过都系落场啦。哇，好晒啊！有间马路边边串串香火锅，闻到都好香啊！啲麻辣味道，咁隔篱呢间土豪金连续3年攞咗呢个高压锅生蚝，呢间浩南上次试过啊，佢同个 friend 一齐嚟食。两个人吃了差不多接近400元人民币，不过蚝我就麻麻地啦。看埋前面仲有啲咩食先，有间叫红楚楚湖北虾蟹武汉烧烤、市井仙炒，不过都系落场喎。见到佢啲相啲食物都几吸引啊！咦，呢度都有啲帮人整牙嘅店铺喎，
一间正合天衣口腔，我唔识，我未听过。上次我整牙嗰间铺头，因为香港有分店，所以比较有啲信心。有间小酒馆啦，咁因为呢个时间未开门啊。另外有间红盔甲、小龙虾、大闸蟹、牛蛙馆。好晒，呢度有一间卖啲汤包嘅，咁有啲紫薯包、流沙包、燕麦包等等，咁价钱都系两三蚊只，仲有啲糕点啦。我哋行到差唔多尾段呢度啦，有间深圳老字号嘅金道月，呢间食咩嘅呢？都是吃一些小菜那些的。尾段这个位置呢就有一间酒店。好了，我们也找一些东西吃。这条街跟大家拍到这里先啦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给我一个 like 和订阅我频道啊。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